Stop! Ken! 放开手！ 放下！开始！兄弟呢？如果你出去就暴露是我们藏了你，我们就遭殃了，听明白了吗？千万不要出去啊。对了，你把渔民的衣服换上，那我走了。木儿，谢谢你。江少尉，我不是因为你好才救你，相反的，我极其讨厌你们这些当兵的对我们这些穷人的刻薄和不信任。但是我知道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鬼子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理应帮你一把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所以不用谢我，不需要。全員こっちに集めろ！よく調べろ！しっかり調べろ！双手帮我走，蹲下。貴様ら、見知らぬ者がここに来ていないか？有没有看见陌生人在这儿？な。貴様ら、我々が好意的に接していることを忘れるな。我们已经对你很好了。感謝するべきだろう。你们要懂得感恩。誰か？知道吗？そいつを渡せば貴様らが領民だということを証明できるんだよ。こしは大将張り切ってんな。这样才能证明你们是良民。幸子さんすごい旦那を持ったな。要杀你们就杀我。殺すなら殺せと言ってます。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你们要找的人，明白了吗？我也いないと。反抗するとこうなるんだよ。おとなしくしていればいいものを。我们是不可以挑战的。报告，来自台南省防救系统命令列子。别歇。我兄弟。担架，担架，快！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，来来来，小心点。慢点，慢点，吴少校。近视先生，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，太好了。宁小姐，能在这儿碰见你也真是太好了。这次在宜昌反击战中，小鬼子使用了毒气弹给我军造成了重大伤亡，我们是奉命来这里的野战医院医治伤员的。哎，胡少校，那我先忙去了，回头我来找你啊。快走。我刚看到长官走进去了，你好好表现啊！我跟老兵在外头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嗯，能接什么？没问题呀、啊。报告长官，姜娃子求见。我不见他。长官，姜娃子恳请接见。你已经不是我的人了，我没必要见你。长官，报告长官，姜娃子负荆请罪，请长官狠狠打我一顿吧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没听见呢。
滚！啊！成了，死罪免了，活罪呢？打扫军营一个月。哎呦，那没事了。行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走吧。啊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大哥。干什么呀？这不是你们女人干的活。来来来，给我给我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就想多干点儿。你是我的恩人。哎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中国人帮中国人是应该的。大哥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，我心里明白。妹子，我听你这话，是不是要走了？大哥，你对我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！哎呀，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好吧，那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吃一顿，就算是缘分饭。行，你在家歇着，我去街上买菜。行。哎，热乎的啊，热乎的。姑娘，你看看啊，大姐，你这菜都不太新鲜了，便宜点吧。你看，这都烂了，便宜点吧，就。哟，我多买点。这农家人自己种点菜。清嫂，清嫂，四妹，怎么是你啊？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咋又回来了？我们逃都逃不掉呢。我们土家族打过鬼子，我们不怕他们。我是专程回来找你们的，你们待在这儿我不放心。走，咱换个地方说哈。走。摩尔兄弟，谢谢你的善良和勇敢，我相信有你们，我们的国家就不会亡。因为有你们，我相信这个世界终究会是美好的。那个，你在这儿呢？四妹，谢谢你们华夫队救了我。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要不是你，换了别人我们也会帮的。你这是在祭奠谁呢？木尔兄弟被日本人杀害。你说什么？